30秒。落差破三。一加一等于五。哎，好，30秒开始。好。可以。如果30秒内没有抽出的话，金额要重抽。归伴娘所有。500，就是阿姨，你先不要出两个伴郎，就他们两个啊？你确定啊？就你们两个，是吧？我们要牺牲他们了，是吧？不要紧张。20下，要塞红包吗？20下，你现在100块。20下，2000块就不用做了。2000块不用做啊？他还是要付2000。还有啦，哎，搞不好他们会觉得是下一个100。不是你的，对啊，还有啦，还有啊，又是你做的，啊，还有什么？你要把外面讲出来啊！这个是对我们的投票吗？对啊，猜拳，你们不是这两个人关注，这两个人关注，是你们两个啊。那个伴娘坐在上面，然后做20下。我来吧，20下。对，嗯，好，试。他一个人做40哦。没有了。你有那你。快，你们直接上吧。快点啊，都要结婚了。对，帮忙一下。你好像已经没事了。我要东西。开始吗？真的做吗？哎，我是真的做。没有坐正坐，没有横坐，想要塞钱，是我太重吗？再找一个吧，塞钱啊，塞钱。不，哎，新郎也可以。我。快，新郎坐减五下。我剩几下？新郎减五下。他还有17下。而且你跟玉芬感情很好啊，可以。要多20。算钱塞一塞啊。也可以的。另外那边没，里面闯祸，另外那边塞。我们不能用这节目。太搞笑了，太搞笑。还剩几下？17而已，可以工作吗？你可以减5下，有两工作做30，15下，你可以选做，或做也是工表。还有10下，是破了。没有吗？那我先把都掉了。没有，没破，没事。小跟我来。他已经破了，破掉了，破掉了。好啦，那我付红包了。哎，那个花，那个花没有。有，你敢刁难？你怎么不早一点呢？对啊。谢谢。